现在要去我爸妈的工作室去，然后就前拍个 vlog 吧。刚才错过了这个，就拍了个结尾，带你们看一看。哎，这个其实这里都结冰了，因为我们家这实在太冷。重新装修一遍，哪一不好？这个地方呢，好呢，好在什么呢？一个呢，吃相方便，吃相方便，你好，这是一个。拜拜。